因为那礼拜已经是也是有一个啊这样子的功效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开始不一样。尤其有些人是戴项链，戴银的项链会很快转颜色。其实他就是在提醒自己的生活习惯啊，有些说很夜睡啊，不喜欢喝水啊，很喜欢吃肉啊，他排出来的汗啊是酸性很高啊之类啊，会影响到他给一个 signal 你也知道。该店所提供的一日精工体验课程，就是他从台湾带进我国的体验课程。我有朋友是在台湾读大学的，然后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看到这种体验课程的时候，他就讲：“哎 ，Steve， 你可以过来这里去啊、参考一下，看看人家怎样去做你的银饰业，做特别的一点的银饰业。”然后过后我就去台湾上课了，去找老师去上课。主要上课的话是主要是上课是这种手工的那种啊银饰业的东西，就是亲属去制造出来的，就把那个系统带回来马来西亚。其实在外国现在很流行是做任何东西他们是亲属去做，例如是做木工啊、陶瓷啊，甚至是啊那我们的手提袋啊、我们的钱包啊，他们都是会亲属去制造。而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东西带进来呢，就是我们要给人家感觉到，如果可以亲手去做这个首饰来送给另一半，或者送给朋友，或者送给家人，那个心意是他们会感觉得到。他表示，手做首饰在台湾已经是一种趋势，相较之下，马来西亚手做首饰的发展趋向缓慢，原因是大部分的国人都认为手做的首饰会比市面上的首饰昂贵很多。通常如果是我们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比如讲是 ready shop， 就是你已经弄好做出来的，他们首先是要起一个mold，他们会做一个mold出来，然后那个mold他们会放在机器里面，它外面就倒那个金属，就是看你要什么金属，你要银啊、黄金啊，然后你就倒下去咯，然后倒下去的时候，它就跟着你的mold的形状跑出来，就不用你去用亲手去这样子熬它还是怎样啊去制造出来。所以通常如果是 ready shop 已经是做好的，那价钱会比较便宜，因为它可能是啊、一个 rubber mold 可以做到整300个，所以它本钱就降低了，然后时间又降低了，所以它价钱可以卖得比较便宜。承载着温情和情感的一日精工体验课程，主要以制作银戒指为主，为时2个小时的课程，旨在让顾客透过敲印和抛修的过程，对金工有初步的了解，同时也可以亲手的为对方或自己制作一份特别的礼物。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好像这样子，会给你一个 silver bar， 它成分是3条9的纯银。然后我们到第二个步骤的时候是就是敲名字，他们可以直接是拿那个字印，他们自己选择的字印，就是有啊英文字母啊、数字啊来敲下去，或者你要给什么讯息给对方的话，你也是可以敲下去给对方知道。然后第三步骤就是你在后面里面开始敲那个花纹出来啊，敲花纹出来，这个花纹的话是随你喜欢的，你想怎样敲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询问的话，你要看样本的话，我们是有样本给他看的，你可以照着那个样本，然后过我们会提供那个样本的那个器材给你去敲出来那个条纹出来。所以到第四个 part 的时候呢，我们敲了过后，我们会把它弄成一个圆圈，就是一个戒指的圆圈出来。所以到第五个步骤呢，我们就要拿这个火枪把它焊接起来，所以你会看到有焊接的位置的。如果是 ready stock 那种拿模来做的话，是没有焊接位的，啊，很完美的。好，如果手工的话，它会有焊接位，但是这个焊接位经过你打磨过后，它是不进去。就是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打磨那个过程。因为打磨那过程我们要快速，我们可能会用到那个小小的小磨刀来打磨，是给它发亮，给那个金属给它发亮啊，这个就是打磨出来，就是这6个步骤。
说我们这个价钱是100多块，在这里2个小时，整个过程教导你，然后过后你还可以把那个戒指带回家，我觉得这个价钱是蛮合理的，蛮公道的。黄潇婷补充，参与一日金工体验课程的顾客也不必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做出一枚戒指，因为全程都会有专业的师傅在身边指导你完成作品。因为我们的系统里面已经调好了，就算你是一个70岁的老人家来自你都可以完成，因为我们目前最高岁数最高的顾客是70岁，最年轻的话是11岁，连11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完成的话，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简单就可以完成。Shine Elegance Jewelry 除了为顾客提供一日金工体验课程，他们也为有兴趣在银饰业闯荡的人们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比如讲说对首饰行业有兴趣的人，我们会提供一个平台给他，就是我们一个课程给他去上，他上了课程过后他们要自己出来创业，我们 Shine 也是会协助他一起出来创业，就是他是由不会到会到自己做老板，整个过程我们也是有提供，我们有一个一站式的由学习到去创业。黄潇婷坚持开办专业的培训课程，是希望能够帮助到跟他一样白手起家的手作银饰爱好者。在15年前开始呢，我是从一个摆地摊那边开始做这个行业的，那时候我是在那个索坡那边，就是在那边开始摆地摊，每一天呢我就是自己去大 LRT 去市场前那边拿货，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坚持的在那边做这个银饰业的行业，好，然后慢慢呢就发展到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摆那种 kiosk， 然后用了差不多4-5年的时间才慢慢 upgrade 成做一个店出来。一个你亲手制作的手作银饰，或许没有现成的银饰来得完美，但是制作过程中的敲打锤炼和敲打锤炼中的陪伴和交流，都让这一个手作银饰成了最珍贵最美丽的银饰，因为让这个银饰闪闪发亮的全是你投入的爱和心意。前线视窗采访报道。